哦，这一罐跟我们的就有像了。我说的就是这个 A4 LV 的包包，好表不值的。他那丝巾都蛮好看的。香奈儿比较好看一点。你喜欢哪一个？韩国的。哦。是我看到了。其实。这个是正常的，这样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这样，也是6万块或几万？啊，当然啦、当然。你的领队很凶。